不然说我走路，我走在他前面，他踢我脚。你刚刚讲的很坏耶。啊，就真的都有吗？还要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嗯，洗澡没有。哦，祝他有一个最恐怖，有一个最恐怖的，就是，嗯，但这个怎么讲呢？我因为他现在工作就是很忙嘛，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不是啦，很早就有工作，因为我住比较遥远的地方，对，所以遥远的地方就是出门不方便，所以我。有工隔天很早的工作就会住他家这样对，对，然后你要自己讲还是我讲？我讲好了，就是然后假如说他到我家，然后就是可能看电视聊聊天之后，我就去洗澡或者我去干嘛，然后洗完澡之后，男生嘛就是可能就你要讲什么？一条内裤吗？就是反正就洗完澡出来了。然后我走回我的房间的时候，因为房间不都门吗？然后有一个孔，因为我房间不大，小小的。我走进去，他就这样，我走进去，然后他就会怎么讲呢？好难讲哦，就是反正就是本来就是我们聊天嘛，聊一聊就是有声音什么什么，然后他洗完澡突然就没有声音，然后他就会这样，然后我就会突然出现在他附近这样，然后他就。每次只要住他家，他都一定会被我吓，永远哦。我在死角，就是你这样走出来，他就在那里，然后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对啊，或者有时候很小声啊，有时候就是这样。他有时候还会反应比较慢，我已经叫超好意思。然后搞到最近，就是他只要洗完澡，他就旅行，旅行，嗯，不但，然后可是其实我已经在房间躺着，他一过来敲门的旅行，他就说干嘛？没事，然后就走掉，一定要确定我在不在。算欺负吗？算不算？算呐，算呐。都几岁啦？他表情很好笑、欸。之后我每次回房间睡觉，我就锁门。然后我就锁门，然后说你明天叫我，然后锁门。电话还开五声，没办法叫他。然后我就在那边敲门，就哦，起来哦。我们唱了四首歌嘛，嗯，所以现在。